这是今天晚上最后的录像了。 What fuck 了，我今天上午到的时候我立刻就订票，他说你订不了，然后我就没找到那个门，我说那算了吧。然后我回到那个旅店的时候，旅店的大姐跟我说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然后我说那就算了吧，结果现在一来哪是空的呀，全都满了，他肯定捡车厢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，就是车厢他肯定往下捡了。哎呀我天哪，一个都没有，这他妈糟糕了，我操。我在网上订的时候卧铺才20多块钱，太糟糕了，坐着回去了，坐车回去了，坐一宿，我操 fuck。 这怎么可能呢，我操，所有的都满了那个卧铺。我坐卧铺回，我是坐卧铺来的，我都没，那很多空卧铺啊，我操，怎么能回去的时候都满了呢，我去，真没整，我操！我现在不录了，我准备先回到那地方，然后我9点多就给赶过来，因为它是10点10分的车。Shit。